今天题目是要讲啥？镰刀贵在修心啊！镰刀是安怎讲贵在修心？修心养性啊！吼！啊，阮昨走去坐一练，迄个是拄好出这个问啦吼。这个问题就是，咱有一尊王母，伫南恩禅寺为咱遮分灵，吼，为遮分灵过去南恩禅寺。好、哦、啊，我长的南恩禅寺回来啊，他就跟着我们回来，啊，就去二楼，因为我有甲请，我讲吼、哦，母娘你来南恩禅寺很好，很安定，啊嘛度足侪众生，啊我嘛欢迎吼、哦，咱母娘哦，当来咱慈恩毕生宫啊，咱来五庙啊，坐会会宴一下安尼，我有这样邀请他，那。他昨天有回来，好、哦，南恩禅寺的王母就是为咱家分灵去的。那以下的这讲人生短暂，慎惜根啊，这是在讲啥？人生短暂，慎惜根，这就是在讲目一个字，目一个字，啥物目一个字？啊，都要喘气，噶唔喘气安尼啊？这就叫瞬息之间，生命也在瞬息之间。意外也在瞬息之间，意外啊，这不是咱会当决定的。你平常时啊，敢有可能讲我家己决定的？我当时会安怎？我当时去对会安怎？恁大家有敢有这种功能？头壳无这种功能啦，啊，咱头壳无这种功能，世事上安排的，天安排的，错。爱讲啥？爱讲运道，意外，什么人都无法度好。用你家己去估量你什么时候会怎样，你不要估量你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人生短暂的瞬息之间，那个间就是在一个中间，就是在一个空间，就是在一个你都没办法掌握的生死瞬间，都不在将来那个生死的瞬间。所以好牛跟我们说，这是真的面对业力，心爱坚定。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什么叫做业力？整个世界纠结在一起的业力。为什么？你搞我，我比你较搞；你下我，我比你较下；你发明的下物件，我要比你发明搁较济，搁较好。这就叫做业力纠结。业力纠结就是什么？因为因在发明的是啥？唔是讲要侵占别个国家。影也无就是啥，伊要展伊的国防战，展伊的无人机战，展伊的舰船战，展伊所有的物件战，这就是因最主要要创啥，控制整个的世界，看会当伊做老大。啊，这就是咱即卖人间的叫做共业。我讲共业，世界的共业有赞同吗？咱即卖去外国拢共款啦。坐无人机嘛，同款啦；坐船嘛，同款啦。都大家是共同在生跟死的瞬间当中啦。有平安，互恁佚佗转来，咱就拍破啊。为什么？平安两个字，用钱买得到无？用钱买袂到。所以咱出门在外，吼、哦，咱嘛爱经济时间啦。搁一样就是，顶悬爱禀报一下。像咱昨安尼去坐一下，咱空气足好个，啊嘛无落雨，啊嘛无啥物日头。也是很棒的，啊，这就是咧讲面对，我们现在面对所有的世界观，都有业力在纠结，所以咱志气爱坚定无。虽然台湾一块块啊尔，咱志气爱比别人搁较坚定，安尼台湾才有法度好。要讲台湾是宝岛，吼，啊那台湾是宝岛，是毋是爱大家拢爱手牵手心连心，唔才有法度好，搁。同样在这个台湾顶端在生存，所以母娘这样讲，像无磨练会当出凡。你若无经过什么人，像就是咧讲咱啦。像，包括我，谁无磨练能出凡？每一个人无经过磨练，你就无法度出凡。出凡就是啥？凡夫的凡，凡夫的凡啥？足简单，
咱食饭做工课，咱无有其他的想法。啊，咱讲凡夫无代表伊就无修行，凡夫无代表伊无修心。只要伊心肝好，只要伊卖做歹代志，凡夫之中也会有好人。但是母娘要甲恁讲，就讲既然都已经三期佛劫活到这，希望讲哦，磨练出凡的机会，一定要有实在。所以讲，谁无磨练能出凡？相无磨练能出凡？奇妙玄通实难言呐、啊。奇妙就是咧讲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不破天机啊。迄、那个机跟妙，就是咧讲未使破天机。所以咱即马阿娘甲恁讲的啦吼，阿伊讲心胸若开阔，咱的德行爱走到头前啊。安尼自然就会逢凶化吉啦。德性的走为先，就会走到头前。慈悲为怀，得良缘。咱人啊，慈悲为怀，会不会得良缘？一定去到倒位啊嘛，顶家请，下家迎，对无？为什么？你做人若做到安尼，真正你的心有人甲你阿乐，毋是讲阿乐再来做啦，是咱平常时啊，人无甲咱阿乐嘛爱做啦。这种叫做用凡心要出凡入圣，就是用凡心再来继续一直甲磨练落，用你的凡心一直甲磨练落，就出凡啊。啊，既然会当出凡啊，哦，那么咱玄通虽然歹讲啊，咱的无量嘛是无法度讲安尼，每一尊神拢甲咱会通，所以甲你讲奇妙玄通是难言。心胸开阔，德为先；慈悲为怀，得良缘。人亡一去，影无踪；生不带来，死也空。这句话你感觉有理无？人亡一去，怎样？影无踪。烧了，你敢有搁看到伊？我下当摕相片来看尔，化了后，影嘛无去啊。哦，啊！你讲灵嘞，灵哪有人让你迷茫？哦，我当时迷茫啥？迷茫啥？迷茫啥？伊是让你伫个梦中，伊阁映一个影，当来让你看，安尼尔，是他还没办法放下这个人世间，迄叫做感情。咱人是毋是拢有咱这个老爸老母的父亲无现，互咱呢，拢是一点情，伊无可能讲马上就放下，啊嘛无可能讲。所以就把放掉这个世间，所有一切里面因跟果，它还是在这里面。肉体要下步进前有三个月的啥？我不是有讲过吗？人在要临终的以前有三个月的什么？嗨，你哪这么厉害？这个阿姐真厉害呢，嘿，对，烦躁。伊会伫遐一直想，伊也虽然咧喘气，但是袂甲恁讲话，但是伊个头壳是真空的哦。伊咧想啥？对伊做囡仔开始读册，吼、哦，啊，拄到啥物款，包括谈恋爱，拢搁甲定一届，回味一下三个月时间的回光返照。啊，你三个月时间的回光返照，他就是一直在想，我捌做过啥，啊，我做唔到啥，我讲过啥，我讲过啥物。他就一直在那边三个月以后，让他回光返照，完了以后他就完了。我还有欠，那我认真学修，我还有欠人，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谁可以替我了完。这就是人的灵魂三世里面没办法放掉，因为咱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情，所以这个情很难挂下，感情很难挂下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老母娘后壁笑笑来哦。伊讲人亡一去影无踪，迄是事实的代志啊。有他看影嘛，无法度好甲伊讲话。吼、哦，生不带来，死也空啊。生不带来，死也空。富贵贫贱，须看开啦。吼、哦，富贵贫贱爱看开啊。即马这个时代，富贵贫贱。真正要把它放下，管他伊是偌好个，管他伊是偌善，上无啦。我们要有一个啊，看得开，
啊，搁有遮后壁遮写字字，哎，我就感觉儿女离母四千里，儿女离母数千里。啊，为什么咱常去南恩禅寺，咱遐婚龄的母女，三个有等来伫咱的二楼，这些这些文是伊所留落。伊讲儿女离母数千里啊，老母化破。天后也枉然啊！讲天机微薄，天道无私啊！珍惜今世有生人，我某盼听归耀天。这就是即马母娘咧度，开始咧度，是咧度啥？咧度咱的元灵，咱的肉体伊无法度度，咱的肉体他要怎么度你？他最主要就是在度你的灵性，迄、那个灵性的转换，甲一个人。愿意跟随心性，跟随心佛，安尼来行，安尼话，你这世人这个肉体有路用的，有路用的是除了啥？除了赚钱、做工、做工课，暗时困。但是这条灵，伊甲咱的肉体，它平常时是有合体，平常时是分开。怎啊讲？伊有伊爱去学的所在，但是你目睭开开、甲静坐的时阵，它就会回来，它就会合体。啊，若无好体的时阵，就是你的色心，你的色心绿色，要搁伫咱的身躯，绿色要去咱的身躯，什么款的身躯，就是伫咱这个肉身内底有绿色，这个绿色内底有啥？有我起毛未痒的时阵，我嘛有起毛肉的时阵，嘛有掠狂狂，干叫你讲的哦，我无讲哦。我即马有较熟练啊，迄个就叫做啥？叫做绿色，绿色啊！咱今日的真正意识是老母娘给咱的这条上单纯的、完全无污染的，是为上天落来这条。这条经常是会离开你的身边啦，哦，和你的色神家己去指挥。还有四神的时候，你就有什么？你就有。很多的烦恼，阿毛足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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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不满，谁来不满？咱别人拢会当做个足好，啊，谁来干来咱安呢？对不？像我们说啊，我们现在的时机为什么会更加不一样？人爱好业人呢，股票安尼直直起哩，啊，谁来干来咱对袂着？这么都唔是迄个时阵的时阵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机会。机会不是你自己就能够给自己啦，嘛是着爱整个世界通通无过一直安尼啦。啊，搁一项就是啥？做一项就真正你有迄个手腕，你才有在遐赚迄种，唔是爱流汗的钱啦，你才有法度啦。啊，若无咱就是爱流汗，无流汗你嘛赚无钱。哦，我们现在讲的就很简单啦。是安怎讲？母女要甲恁讲，世间既然是安尼啊。啊，咱敢无要想讲啊，老母娘要甲咱牵，要甲咱牵囝转去迄个所在，当互咱享受。安尼敢唔好，嘛是好啊。但是恁的四神还没有跟我们的元神合体，你相信无？查甫人若掠狂的时阵吼，五二骨的吼，三二经的拢来啊。啊，你讲伊平常时也嘛有咧修啊？但是若莫叫崩起来，崩起来的时阵的尔尔，我跟你讲，迄条走出去，色神走乱，同款甲一般众生一样。然后你足平常时足够静坐的，平常时足够奋体，你也崩起来的时阵，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，你祖公外妈拢掉透透。你相信无啦？啊，若搁酒搁啉落，搁掠狂者，讲伊咧做当机啦，去你甲听管控。天神拢甲扫扫落，连领导的公阿妈也甲扫扫落，安尼，啊，即卖另一工再搁看来咧跳档，啊，到底是跳真啊跳假？所以我嘛感觉足奇怪，一直讲伊跳档，啊，有阮也掠狂落，啉烧酒落哦，啥物我搁甲伊扫了了，安尼嘛咧叫咧修，这就是叫色神咧作怪。那我们现在要修的是什么？现在修的是修元神哦。要修是修元神，啊，元神是啥物时阵？你平常是敲倒歹，元神会伫你身躯哦，袂。你咧赛车，元神会伫你身躯哦，拢总袂。
除了你静下来，全部放空，完全在一只护卫。要那无你也是同款一般平凡人，你相信吗？咱人的色神，你有法度甲度加呐？度加伊有法度甲你的元神合体，安尼你就甲啥呢？甲坐伫个神遐同款啊。第一个讲话平和，第二个宽容，第三个包容，第四个你有啥物款的委屈，你袂讲啦，啊，过来就生气啦，掠狂啦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从头翻到尾还是在翻。以前怎样怎样怎样，迄就是叫做四神。啊，迄个四神你无在甲降服，你这个元神给你机会很少。所以静坐坐了二十分，和你半点钟，好无？你有真正放空无？你若真正放空，元神才会归位。你无真正放空，元神也不会归位。你个坐咧，感觉咧休息，感觉我即卖咧修心养性，我咧休息，我把酒喝喝，安尼尔。即卖后边要讲，练道贵在修心。现在讲的就是这一句话，练道。可贵的是什么？这是在修你的心呐、心若动则心浮，不能自静。心若浮，心若浮，要哪静？你心浮就袂当静啊！这个止，这个止，自静跟我们一般讲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讲炼丹贵在用性。炼丹的人，你一定爱啥？爱用个性。静啊，动啊，心就乱，你就袂当达到自息。入言入功入德，心如明镜，练精练气练神，性事夫文，单刀行，单刀行啊，可以翻滚翻圆。但是这讲的足紧的对吧？但是你要做到这一点。但是这母女拢有法度安怎？伊有法度甲恁包容，为虾米？大家拢爱顾无囝，爱饲囡仔，爱搁未来，咱阿伯食老，爱有一块块啊老本。所以你们要不要去上班？你去上班，无可厚非的上班。但是，咱常咧讲，钱要赚，要有正当的，赚正当的，用咱的体去换的，嘛是正当的钱。搁一样就是，袂使用迄种唔对的去甲人硬去甲人拗的迄种的，跋筊嘛袂使啦。那我们现在在修行，我无要求恁讲，哎，某囝卖顾啦吼，啊，甲后生卖去甲教育啦，还是讲查某囝卖教育，毋是安尼。某娘甲恁讲的，第一人就顾家庭，第二人顾事业，第三某囝拢爱顾好，这才叫做修行。这第一项的修行。叫做啥？修家庭，修家庭的环境，修家己的内性，修咱家己的个性。翁仔某就袂相骂啦，嘴甲智商好，嘛会相骂对无？爱相骂无？会啊，还是会。但是咱即马，某娘甲你讲，你讲入得，无叫你讲来开大条钱啦，也毋是叫你讲爱安怎啦。立功立德，心如明镜，最主要是家己爱去的。家己迄块镜爱七个光啦，啊，迄块镜伫底？遮有心烦躁呗，心就是镜，明镜伫遮，由你家己落去有心烦躁，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？你比谁都清楚。这主要是咧讲修学，就是安尼。哦，这个叫做做人。做人基本的就是用功去做一个，卖用功无路用就好啊。所以讲，性事夫文，单刀行可以翻滚翻圆；禅功就可以静行超凡。禅功是啥？禅功是啥？外不着相，内心不乱。外不着相，内心不乱。阿婆，正确。这是正确的想法。咱不管讲你看金刚经也好，啊看咱的道德经也好，还是看咱的清净经也好，就是安尼。你内外拢乱去啊！你要想啥？
禅字这字就是咧内爱静，外爱定，要静定，安尼这两字，你才有法度讲，迄字叫做禅。你心无静，内外拢无定，都无定格，你要安怎叫做禅？所以禅功就可以静性超凡，静性超凡，我要简单。自然身体有病的人啊，可以无药回春，无疾者遇见精神焕发，参练悠久，血气调和，寒暑不怕，百病不侵。这就是跟咱人的后面这个地方，就是刚才我讲的说什么叫做病。人的破病上严重的就是啥？心病。你心病呐，有一阵拢无去看医生，心病到尾就变啥？忧郁症，忧郁倾向到尾就变啥？到尾变幻想、幻听、幻看，了了就卡着，了了就看着，看着啥听着啥，看着啥听着啥，迄叫做幻听幻看，也就是从第一步，你的心很乱，你家己冇定过，所以你的心足乱的，了后。第二届就会走身心灵科，医生就会跟你讲，啊，你小可忧郁症哦，啊好，忧郁症就开药给你吃，啊，药啊吃到尾啊，若有效的，就会暂时给你压落，啊，若无效的咧，无啊，就幻听幻看，幻听幻看，过来你就会啥，你就会乌白撞啊，为虾米？伊拢会当作啥？当作说，伊看到啥物，听到啥物，啊，伊去有啥物卡着，其实都不是，咱人的元神本位。本身的关心最主要的是太阳同款，你爱有到迄个光，头壳迄个光是叫做啥？能量，迄个光的能量就是有包容的光，包容一个人，迄嘛是叫做光。光明的心，哦，会当包容把人所讲的唔对，所做的唔对，你都可以包容的话，这嘛是叫做光。因为这趴光一个照上。他是内观自己，外照别人，就是咧照光、照路给别人行。啊，这就是叫做母娘咧讲，啊，要安怎来度灵啊囝？咱母娘敢会落来讲话？伊袂落来讲话嘛？啊，袂落来讲话，即嘛就是爱叫一个足够讲的来讲。来，我知影你内底放来专歌，讲后面这几句话，用你懂的方式。去把它解出来，安尼后摆我一支叫他明白人，来掌声鼓励，好是可以的。听起来就也是坐咧较袂紧张，听咧就袂紧张啊，若紧张安怎？来掌声鼓励。为什么身体有病者可以无药回春？用什么方法？他们自己内心要够强壮。要常培养正能量，吸收正法，不要负面的情绪或是反面的思想，会影响你，由思想影响你的意志，然后你付诸行动就不会往负的方面去走，啊，所以就会有疾病，啊，疾病可大可小，如果累积太多的负能量或是负面的思考，对自己就会。越来越走下坡，啊，就会有各种疾病的发生。哦，譬如说你心理是最大的因素嘛，啊，到底是有四大合成的，你看有哪一个大，地水火风哪里出毛病，就会衍生相关的疾病出来。啊，如果你要无药回春，当然就走正的这一方面。你走正的，你自己身体的能量会越来越累积越多，对于疾病或是负面的想法会降低，然后会引导你走正的正念、正思考、正语，讲话出来的也都是正方面的，对人就会有帮助，你对别人帮助，他会反馈回来，对你自己就有帮助，就是那个作用反作用力。这个跟物理学也是一样，所以你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，你热心去引导他、开导他，
往正的方面，或是降低他往负面的思想，引导他走到正的。那他有回归的时候，你相对你自己也会得到法喜，或是比较快乐，那你对自己身体上就有帮助了。自己精神当然是跟你自己本身的能量有关嘛，哦，那你常常都是没有负面的思考，那自己又有在累积，比如说就我们修道的方面，你自己除了丹道我们在走修行的内功也要，外功也要，都是内外双修，性命双修，跟这个丹道就有关。那你丹道在调息的话，第一个你能够静，在培养你的精气神，慢慢你自己就会把身体比较弱或比较不健康的就会慢慢恢复回来，但是这个就是要日久了，不是一两天可以做得到的，所以要长期的去培养，不会就是请教了，多请教，慢慢就是让自己去养成日常作息就可以，找时间去静坐啦，或是当然丹道有很多种方式，你自己选择适合的方式去练，比如说有小周天、大周天，或是有正跟负的那种腹式呼吸法，看自己适合的方式去练。参练悠久，血气调和，精气神。那你如果血气调和的话，就是跟我们血液循环，循环好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就比较不会有疾病啊，免疫力系统就会比较好啊，自己本身就会有比较抵抗力，比较不会小感冒啊，这种你就不会。像我这自己的经验啊，长期这样，你有在静坐或是有调息的话，比较不容易感冒啊，甚至你在动工开灵之后，你有动工，你身体会越来越健康。不过这个就是跟功夫一样啊，你下多少功夫就是回报你自己身体上，你自己最清楚。所以要练到百步不侵，其实都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。以上。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起来？因为耶声音啊，耶声音很柔，而且伊巴肚底内底，伊读足侪册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即摆吼，只要点到的就上来。我你讲你安怎学，你安怎来这个，你安怎学，你今日这条路是安怎会当互你来到慈天必胜宫？你学到的是什么？分享给咱家所有的师兄师姐，来，掌声鼓励！开始热情分享，讲你的过程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。我个人自己的的过程啊，起先做 PT 的，无想要行，就人家讲受处罚，物件就用不受处罚，真的，就好啊。大家有变甲无，甘愿行，甘愿享受。在这行过程，在行去相信啥？相信大家原体这条本源的，相信大家这条自信的这条，咱下着合作自信，尽量甲伊沟通，尽量去感应咱这条心，他会给你很多的信息给你，外口有人讲，问十个讲，我无共款。我今日来慈圣必胜宫，也是有一个师姐，听电台，来请示，再来，再跟梅香师傅过夜，梅香师傅嘛无去啊，嘛收我做徒弟，这是我的幸运，而且再跟大家师姐、师爷来遮学习，一步一开，用心去做，什么拢免讲，爱修嘛是爱行，安尼，好，感恩大家。这啊嘛是咧练胆，我相信讲，伊讲的是事实啦，
每一个人拢要经过磨练，无经过磨练，就无法度好讲。徛伫遮，我都讲偌济，迄咱就是内底有，你著甲写写咧。以后老师吼、哦、讲一次，啊，就让一次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自己要做准备，你自己要做准备。来，女众上无爱一个，敢那擦，自己举手，我上来讲。女众，真正遮无胆，遮无胆，进来啦。我叫阮小兰兰啊，小兰兰，进来啦！无你上，无你嘛讲，就讲我是安怎，阮两个伫泰国做甲有够无用的啦！啊，来遮是安怎来的？因为讲你的安怎来的，上无互咱遮道亲知影讲，阮，我倒也爱撮伊呢，相机组的，对无？啊，这小兰兰站起来讲两句啊！人伊甲因老公安怎来？安怎来到阮实习？安怎来到这间宫？吼、哦、啊！伊安怎入啊？啊是，你拢爱头智慧，拢爱讲哦！吼，好来，掌声鼓励！是啊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老师叫我讲这个，啊，我嘛是唔知要为对讲起，那安尼我就为讲。我第一届来到诸天必成宫，我有拢总有三届。第一届入来诸天必成宫，阮两个翁仔某讲入来看卖，看看阮再去出去。第二届拄好遮咧做法会，阮嘛看看咧，讲卖好啊，咱嘛来，咱嘛搁来走。第三届就袂走啊、哦。第三届我来甲阮先生讲，好啦，啊无咱已经来到三届啊，啊搁看到即、這个。主持吼、哦，那像迄出民族的呢，啊，搁袂歹呢，即出正派，好吧，咱就改大只好啊，吼、哦，咱就吼、哦、开始就入吧。然后师傅就讲，迄阵啊拢叫老师尔，吼、哦，师傅就讲，啊无吼、哦，你也要煮饭，那无咱就来去灶骹灶帮忙。好，我嘛讲好啊，真欢喜啊来帮忙，吼、哦，过来。第一届嘛，擦着地方。第二届嘛，拍到地方，唔过我拍死袂去。只要我肯行入咱诸天必成宫，我就爱勇敢，唔惊跋倒。人拢是会跋倒的，咱为对跋倒，咱就为对爬起来，安尼咱才会大汉吼、哦。不管咱对唔对，咱搁较对，咱就爱讲，是咱家己唔对，是咱家己含慢。那安尼咧，咱嘛袂带有事的烦恼，再来，咱嘛袂含慢过完事。所以一切拢是爱心的，咱家己唔对，咱就爱学习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能向前行。我们小兰兰啊，讲了赞啊！哎呀，即马头壳才个一支只长的这个啊，你来这算来足久的呢。今天是要给你们学习，这先吼，你看这个口涵赞啊，无赞？老师准备要退休进来啦，好啊。洪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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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安怎互拐来？你是安怎互拐来啊？对啦，这吼、哦，你免惊，这画面再惊较大块。来，伊说红，我做洪小姐，来拍扑克者来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思想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们自己就会去想，我们到这个年纪了，应该要怎么做，应该要怎么走，自己心里很清楚。只是师父讲过一句话，你们跟着谁不对的话，你们要搞住回来，不然的话，你会枉费你走的路。所以说，我已经来这边两年多了，我的感觉就是觉得说，母娘也很照顾我啊，一些里面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对我很好。就像阿兰师姐讲的，不管对是错，我就是包容。因为我的感觉，既然我走进来了，师已经拜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走。就是这样简单，
好啦，第一班的来，进起来。你啊，哎，你教我你对啊，很爱。今天就是要来学习。管他你含慢啊，不含慢。你都我都讲几句，算几句。我该唱三声无？无，你要唱三声无来嘛？无要紧啊。要唱三声无来。高考是怎样来讲？无啦，要安怎讲？几只讲？几只讲？啊，就来转来讲欢喜啦！逐礼拜拜咱就知影讲，咱就爱转来讲做咱的工课。啊，为大家安尼无气嫌啦，吼！啊，会当安尼伫只牵连家，牵只个莲仔囝，这嘛是买莲花啊，像个节季莲花啦。我到后期掠的时阵。师傅在台湾咧讲话，爱在我肩胛头甲我打来讲吼，伊只拜六拢爱转啊，吼，迄种感觉，但是讲监管的降级灵活啊，讲吼，我即摆爱转啊，只做只个工课对啊，啊，就是安尼教大家结缘，嘿，教七有礼拜有出力的，嘛是拢大家看看有心的啦，就是行这条路，就是爱家己方针定位，吼，啊，好爱行，好爱修。当咱七点八成功吼，每年拢做照顾，袂歹啊，好啊，大家收吼，互恁大家都讲会赞成绩，好。有进步，进步，进步。哎呀，今麦就是爱这样子，你们可以讲三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，啊来替老师、替师傅一段一段安尼，啊恁家己写，家己写恁要讲的安尼，第一个。学你们自己哦，你学到现在应该讲给咱这后学听，迄拢我跟你讲啦，绝对绰绰有余啦，哦啊，对咱家己也有自信，对咱家己也有自信。来，今仔个想要搁讲话，别起举手，无爱啊，没有人要讲了吼，没有人要讲了吼，今日咱就讲到这。哦，伫遮祝福大家，拢会当合家平安，事事吉祥啦吼。哦